大家好，我是华宏源。这一期海豚专题的话题是十万。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十万大军从何而来？自618期海豚专题讨论完讨伐大军目前的5420人以上的战力之后，这一期海豚专题我们就具体来到曹文涛船长弗兰基同学所打赌的十万人的这个互扯环节。而这个对目前只有5000多人的讨伐大军来说，几乎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数字。之所以需要被特别互扯讨论的原因，也就在于韦天老师的伏笔狂魔特征，以及对目前的讨伐军来说，要打败战力3万以上，并且顶级战力也是压倒性的两位死亡参与的鬼子岛大军，那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5420人之外，更强的战力支援甚至100000人的大军，对讨伐军来说肯定也是急需要获得的支持。那么话说回来，除了612期海豚专题我们所或者讨论的即将归位的赤峭椅子集结海贼团，以及以马尔科为代表的白胡子坛岛，包括327期海豚专题我们所或者讨论的可能会来的草帽岛上团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凑齐这100000人的支援大军呢？关键点可能就会在624期海豚专题我们才刚讨论完的第9人盛平身上。其实如果再整个回顾一遍以往的海豚漫画剧情，我们可能也就不难发现100000战力的这个数字正好就发生在我们现实世界的7年前。上一次草帽团9人一起和白星沈平出现在同一个画面的漫画633话紧接着一画的名为10万对10的漫画634话剧情之中。而634话标题10所代表的自然就是当时还未加入但已经被尾田疯狂暗示要加入草帽团的路飞之外的第9人沈平和草帽团其他9人所组成的草帽团10人。而标题中的10万则就是在634话剧情中出现的新鱼人海贼团的10万大军。以这个剧情点为根据胡扯来说，弗兰奇所打赌的会有10万人可能就是伏笔狂魔强迫症的韦天老师可能在暗示的，时隔7年草帽团第9人盛平可能就会带着在鱼人岛片被草帽一伙打败的已经在尼普顿手下服兵役的十万曾经新鱼人海贼团的鱼人战力。而草帽团韦天习惯中的第9人也可以说成是第10人的盛平所带来的10万鱼人大军，可能也就是目前这10万人最可能的实现方式。只不过有些尴尬的是，鱼人岛时的路飞究竟可以做到一个霸王色就将5万人放倒？而且尾田也在 SBS 中特别说明过，要是换成死亡红发这样的真正王者级别的霸王色，那同样的情况下放倒的可能就是10万人。而且尾田还说道，如果路飞面前站着的10万人都是强大的海贼，那他只用霸王色可能一个人都放不倒。而鬼子岛大军中，尤其是凯多大妈的战力中，自然就会存在大量这样的强大海贼。从这些方面继续胡扯来说，即便即将可能前来会合的伙伴视频可能会非常强势的解决弗兰奇所打赌的10万战力的问题，但要打败鬼之岛大军中两个王者级霸王色的死亡凯多和大妈，对有机会永远拥有10万人以上的讨伐大军来说，似乎就还是几乎没有胜算。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豚专题我们下期再见。